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第三届五校联合音乐会。今年啊，我们特别邀请了家公、家中、华商、红人，还有外县市的台南女中一起来演出。在表演之前啊，我们现场来了一位嘉义市的大家长，我们的永妈黄敏惠黄市长。好，我们是不是请黄市长来我们台上帮我们致辞几句？对，大家再掌声一次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知道我们社长还有总召，谢谢，还有各位亲爱的，现在是嘉义高工哦，嘉工的同学，真的感谢你们，你们的用心。会紧张吗？不会，紧张是是正常的，不紧张也是正常的，就表现做你自己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我们为他鼓掌一下好吗？谢谢在现场各校的各校的表演的同学，也谢谢我的母校红人女中，刚刚吴校长也到了，吴校长在哪里？吴校长在那，我们现在红人女中国的吴校长。那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刚来的，你知道管乐节就是嘉义市文化局办的，对不对？文化局新任，昨天上任的局长还没上班，今天先到这里来，表示我们对你的重视。肖国勋，肖局长，好，还有副局长林金龙，林副局长，还有蔡志贤，蔡科长。我们几位同仁都到了，还有观光新闻处的张婉芬张处长，表示我们真的很谢谢各位同学的努力，因为我只知道我被通知一定要来捧墨这一件事情，我看到好多人帮我们按赞，谢谢，我沾了你们的光，谢谢你们的努力，让我们觉得我们坚持要做嘉义市的国际管乐节是对的。这个方向是正确的，让我们觉得我们愿意更努力，让我们未来嘉义被看到，好不好？我好像是老师哈，好不好？那也因为有你的努力，各校今年又多加入了台南女中。台南女中在哪里呀？在哪边？台南女中，我们举个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台南女中，耶！那我们大家热烈掌声欢迎台南女中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来，谢谢，表示哦，嘉义人的热情，所以我有家中、家公、华商，还有我亲爱的红人女中，还有远道而来的台南女中五校联盟的这样的音乐会，谢谢所有好朋友，我们准时六点就开始了，谢谢，我也祝福我们的今天联合音乐会演出成功，这样的耕耘，让我们接下来十二月。嘉义市国际管乐节，大家一定都要来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，让这个音乐的殿堂、音乐的城市、管乐之都，我们嘉义市不但被大家看到、听到、爱上你，然后每一个人充满的幸福快乐，在这边一起聆听我们的音乐。我祝福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同学们，也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黄市长。谢谢。那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荣幸能跟黄市长合照一张？这是我们管乐联盟成员跟今天五间学校的社长。是。我可以。还有邀请我们文化局的局长跟副局长一起来合照。可以，我们可以跟你们拍照吗？还有张处长。可以好，可以好。第一个表演就是有这样的优势，对不对？好。你们站起来，然后我们蹲下去吗？我们在哪边？我们站中间吧，站中间。在哪？
五校联合音乐会，赞！嘉义市管乐节，赞！嘉义市，赞赞赞！欢迎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各位长官来宾。